要坐那个接驳车到送我们到饭店去接应。嗯。那时候就是看到这个客厅就决定要订这个，也因为这个房型，所以我订了两个单人床，而且它的单人床的那个床很大欸，超级大，我觉得睡两个人也可以，基本上可以睡四个人，如果姐妹们来我觉得也很推荐。双面的洗手台，哇，真的不会打架。然后超美的是它的浴室的瓷砖是绿色的，这在网络上已经看过很多遍，本人真的很美。然后我们其实一确认之前他们已经帮我们把行李放进来了，客房人员跟我们说这里的 mini bar 全部都是 free 免费，里面有酒，可是他说真的全部免费，哎呦我把它用断了哈哈，所以应该没关系吧，既然是全部免费，而且还有这一层楼，好多哦。So come closer, I'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you. There ain't no reason to hide. Come on, Lee. 现在排队。脚好酸哦！前面我看一下多少人，还行，大概两三组。啊，来给大家。Hello。好吃吗？蛮特别的，这个稍稍比较软，比较好吃，这个真的好吃。我们刚刚吃了那个阿芙丽拉面，然后，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重口味的拉面，它对我来说偏清淡一点，但是是好吃的，只是就觉得，跟我想要的拉面的那个感觉不一样。我喜欢清淡的。可是它的肉真的太硬了，它那个叉烧太硬了，我不是很喜欢。是吗？对，叉烧好硬，还是我那一块特别硬？我觉得还 OK。真的、那可能我那一块太硬了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搭车回饭店喽。刚刚两边都是粉丝，这样。坐了我们两边的都是刚好认识我，还好没有做什么奇怪的事情。超酸的，出门前我还有贴贴布，自己带贴布来。等一下，早安，现在是东京的第二天，然后早上十点我们就先来踩点这一家，在网络上 IG 很红的，算是甜点面包店。对，甜甜圈，然后还有很多面包，然后我们刚刚也是已经太饿了，先吃完很多面包，我觉得好好吃哦，非常的好吃。
再来吃那个利久的牛舌，就是大家非常推荐的。然后我们现在是在那个涩谷的一间百货公司里面，六楼，对，在六楼，然后不用排队，直接中午进来就有位置了。所以如果大家要来吃利久牛舌的话，我觉得直接来这一间百货公司。那我们点了厚切的，长这样，好厚哦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甜比较中间的厚度，然后它其实 menu 上还有那个就是五间的套餐，可是都是很薄很薄的那种牛舌，对，所以我就想说我要点厚一点来吃看看，应该口感会比较好。你先看看，嗯，好吃吗？很脆，很好咬，我本来想说会不会太硬，那个问题要厚，而且它本身就有薄薄的一层盐，很好吃啊！我觉得要点厚的，嗯，厚的可以。还好刚才没有点那个五间的套餐，那个真的超薄，好好吃啊！这个应该点八片的，比较贵，比较贵。饭后的甜点麻吉抹茶麻吉都好好吃哦，它里头的馅超好吃，红豆的，然后也不会很甜。我们现在要去那个车站拿那个富士山的车票。东京回游。拿到河口湖的票了，对，我们后天要去出发去富士山，现在车站超级多人。好恐怖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直接去逛街了 ，Go！ 举手。到了 ，Paco， 等一下我们要逛这一栋。现在我们要走去 Shibuya Sky 了。看可以看夕阳，听说夕阳最美。我们买五点的票，然后想说现在四点先去排队，因为听说就是排光是排队就要等半个小时了。刚超好笑，我们想说要来放那个我们的战利品，因为提得太手太重，结果发现这个是冷藏的。因为它全部都冷藏的、啊、哦，真的哦，所以是可以冰、啊、冰食物的，真的太搞笑了，我们在冷藏直接冰衣服，太重了。我们现在即将五点，它现在是准点才能进场，不能提早进去，所以大概现在是4:57。我要去楼上拍。楼上拍不到，因为楼上太高了。41番でお願いします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高。哇哦！这里就是 Shibuya Sky， 日落，好美哦。这边还有那个。可以坐在这边躺着欣赏，超酷的。
小的门哎、欸。这个我们来到了矮人村。我看地下室。哎。煮酒。几级吗？我是这级哦。可以。看见吗？哦。就这样哦。哦，他就只要改，他就可以再直接去处理了。我们就可能他的，你们是两杯还是一杯？一杯。没有，还是我们喝不一样的，一半一半。他我喝黑啤啊，我喝。你黑啤啊？到银座只有六站，而且是直达的，不用转车，所以很方便。还不错。今天就是银座天。下雨天。他今天要去吃那个根室花丸的回转寿司。现在你在办公室，哦，又跑了。哈哈。那我也想，是不是要跑起来？哦，快点，我们换一换吧，嘉宾。有没有办法排到第一轮？没有第一名啊，但也有前十名的、啊。没有，就这样，我们很顺畅的11点前抵达百货公司，然后就排到了，超酷。お願いします。二名様で、はい。二名様です。はい。はい、二名様。はい。ニムロさんのマダラコ明太手巻きも盛り立てご用意しましたよ。こちらな。はい。電子ある。電子。うん。吸着很爽，虽然会刺到。这个是螃蟹脚，超猛的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好甜。但是花碗怎么这么好吃啊？嗯，哇，这没吃完。买单，我们今天吃了5709日币，台币1000出，真的很划算。14盘。好累啊！然后我现在点了那个11000的套餐，等一下试看看好不好吃。哦，这个是笋子，这个是马铃薯的，小青菜，生牛肉前菜。香菇是这个。嗯嗯嗯，他说你不用来。
那个要比那个蜜酒废话，这价钱是差不多五倍吧？八片才五六百，可以啊。很好吃啊，然后用那个辣的味道，1000多块，300，没有两百。飞利型吗？哦，它就是飞一整条，其实也蛮强的，很强，很强。我这个新的，石头拍照不错啊，赶快给他换吗？嗯，好吃，真好吃，嗯，对它的辣，我觉得不会太辣，很香的辣，嗯，就是基本款已经是满档，以前来日本是满档，会不会你做出来？全部都大陆制造的、啊，那你的人工比较便宜，不可能永远都在意大利手工制造，有了，地下道应该有，应该找得到。お客様の方で卵と絡めていただいてライスを包んで。还有甜点呢，我点的是冰淇淋。我点白粥啊，对，冰淇淋，香草，日本威士忌，好卖。普通吃，就是正常的甜点。What will it take?You